Okay. Hello. I'm dead, walkie-talkie. Hello. Hello.听唔清楚你讲咩，可以嘅话重复多几次。我怀疑你嗰边个麦都几熟下，或者有少少嘅问题。阿文，听唔到你讲咩，因为喺个 Steam 个 chat 度打啲重要嘅嘢出嚟。而家试下讲嘢。而家简单系绿色同蓝色。好。绿色、蓝色，左一个系月圈一栋交叉，第二个符号系 A 字加一栋。第一个。听唔到，讲多次。第一个是，你听唔听到我讲嘢？我听到啦，我问你第一个符号。因为你每次讲嘢，我都净系听到半句或者三分之一句。第一个符号是圆圈一栋 X。Over。哦，原来是这样的。你解完一个谜呢，我都可以去第二间房。OK， 这间房都挺恐怖。12幅画那个。是啊，现在都是骷髅头。你看看你幅画是什么。首先他是，然后呢他只脚是，我听不到你首先之后是什么。骷髅头。好。羽毛尾巴。OK。全部都是羽毛尾巴的，你应该看过一次。有没有企？大部分都是雀的，你那只雀是企在那里还是四脚？是两只脚还是四只脚？两只。背上面有些什么？贝壳？蜗牛壳？蜗牛壳、骷髅头，几多只脚话？两只。OK， 我估系呢个。第一个符号系龟，第二个符号系
猫头嘅火柴人，但系冇脚嘅。第三个符号系上面系一个倒三角形，跟住下面一个 T 字啦，跟住多几画嘢咁睇。好似冇，我似冇，我净系听到个冇字。听唔到你讲任何嘢。冇啊！我都系听到个冇字之后就唔再。我系咪要将张卡放喺边个位？系啊，你有十张卡拣，应该就系放翻顺序放翻三个 over。张卡要写，我头第一个符号是龟嚟嘅，左边左边系第一个 over。你喺嗰间房入面嗰幅画下面有三个。有三个粒位可以放卡 ，over。我谂你只雀嘅脚个摆位其实都有啲分，两只雀个脚可以叉开，可以拍埋。sorry 讲多次 ，sorry 讲多次，八字脚 ，OK， 依然系头先嗰个符号啊，都系龟啦，跟住猫头啦，跟住同埋第三个符号系上面系倒三角形，跟住下面 T 字加多几画，加多几画嘅嘢。我讲紧由左至右。我想我揀的图案是啱的，但是我不知道。我听不到你说，我不知道之后是什么。我不知道将它放。不知道将它放哪？那幅画下面有三个粒位。Over。我见到啦，俾啲好重复一次，系龟跟住猫头，跟住一个倒三角形开始嘅。OK， 我依边冇见到，可以，我依边冇见到新嘅房。我入咗去。OK， 我听到你讲你入，我入咗去之后系咩啊？
间房有一支大嘅红色，大嘅红色唔知乜嘢。我谂你揿个 push to talk 要揿得耐少少，因为我成日听到玩具听唔到。Over。有一支红色水，有一支红色水，有冇其他嘢？我依边开咗一个新嘅门口嘅，呢、這个门依间房咧。是有几个好像骑士盔甲的蜡像。我想我不是一个房间，而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房间来的，我是一条隧道来的。那除了这骑士的蜡像之后，沿着条隧道行呢，就去到一个。去到一个有三条水管的地方。Over。三条水管有三个 wharf 啦，即系可以扭嘅嘢咯。一个系蓝色，一个系红色，一个系黄色。咁我估系扭红色呢个口。Anyway， 你可以喺 wharf， 你可以喺 game setting 入面将个亮度校到最高，应该比较容易玩。我依边都好暗下。啲水位上升紧啊！OK， 我而家扭红色，我扭咗红色，有咩变化？冇啊！啲水都系升紧。有冇其他嘢可以同我讲？我得三样，我得三样嘢可以扭。我将三个都扭晒。Over。我将红色嗰个删埋佢。绿色啊，绿色。绿色。而家如何？我见到呢度下边有个牌子。下面有个牌之后系咩啊？又系写住。写住之后。Green。Green。我依边解咗个 achievement， 你嗰边个危机系咪解决咗？系啊，我而家去到一个依然冇咗后半句。我去到一个新嘅位置，类似系地。类似系地牢，辉的话将每句嘢都重复一次，因为我系听唔到。我而家入咗一条走，入咗一条走廊。左右两边都有路，左右两边都有路，咁应该系睇地图。我有冇线索？我行去。我听到你讲你行去之后，我行左边塔。O K， 应该同我依间房台上嘅地图有关系。
我啱啱拉咗墙上面嗰个 lever， 唔知你嗰边见唔见到有咩变化？唔觉有变。O K。我想我应该是指示你需要走去哪个位置。你可不可以去回你最初入去这条隧道的地方？OK， 我在那里。我现在是面向着蹦墙，后面是有两个站。后面有两个站，这个是你最初入来的地方，还是？我是经过两个闸口。OK， 明白。那你在最初的 T 字路呢？照我的地图看，左边应该是一段小的楼梯，右边是没有楼梯，是不是这样？我重复一次，我望唔到地下有冇？望唔到地下有冇嘢咁奇怪？诶，咁照我呢边个地图咧，咁右你转右嘅话咧，应该系有间房嘅。转右之后你嘅我应该将个方位讲俾你听先。咁你喺最初入嚟呢个迷宫个方向咧系北边，你面向紧嘅方向系北边。你喺 T 字路口转右咧，跟住右手边应该有个房间。喺地图上面系一个蓝色嘅交叉，喺三个箱嘅旁边。你可唔可以睇下？你可唔可以睇下嗰三个箱房？右手边直行咧，见唔到有三个箱，但系见到咧。墙上面有一幅画是有只狗的。OK。那只狗的头上面呢是有 Beauty and the Beast 的那只。Beauty and the Beast， 那只什么？那只。啦。重复。嗰、那个烛台啊，有三嘅烛。好。你话系头上面呢个系符号啊，定系嗰只狗嘅头？呢幅画都几写实下嘅，佢真系喺个头上边咧画咗三支烛台蜡烛。OK。我想不到一些写实的东西。应该不是第二间房的对话来的。画我需要找人画。我可能有一间新的房开了。让我研究一下。我见不到任何狗。如果你走第二个方向会见到其他东西。或者你单纯将你所有见到的东西都同大家讲。Over。我面向幅画转咗。我觉得你可能 miss 咗一间房。转咗行紧，收唔收到？收到，我等一等。因为我要拉一个掣先可以睇到幅地图。OK， 我而家喺幅地图前，我觉得你头先狗
望住九个方向咧，右边应该有间房，除非我睇个地图睇，除非我睇呢个地图错咗部分。我想问你，头先个行进方向系咪第一个 T 字路口转右，跟住一个弯位转左，跟住再转第二次左，跟住再转右，先遇到一个闸口呢？系啦，跟住咧，去到你讲嗰度咧，就有两个闸门嘅。咁第一个闸门上边咧有立，重复一次，第一个闸门之后系咩？喺第一个闸门有盏蜡，有盏蓝色嘅灯 ，OK。我剛才就是说，其实第一个 T 字路口转右之后呢，右边应该是有间房，跟住呢间房入面呢有一个蓝色的交叉。我怀疑是一个机关来的，你按一按呢个机关呢就会打开那栋。我不是很知道你其实听不听到我传句的东西。我听到啊，但是我见不到你讲那间。咁就有啲奇怪啦。试下第一个 T 字路口转左会遇到啲乜嘢？第一个 T 字路口转左嘅话，睇幅地图有四个桶，同埋地上有一堆木床，一堆打横房嘅木床。我而家首要任务系知道你喺幅地图嘅位置系。跟住先研究点样拆呢机关。一堆圆嘅木，重播一次。有一堆圆嘅。O K。好似咩都明白。啊，如果讲完一句嘢之后，不如讲句 over。咁样我会知道你讲完一句嘢，咁我先会讲自己嘅嘢。除了木桶之外，好像沒有其他。明白。那依然我唯一想到的線索就是第一個 T 字路口轉右，一幅地圖是這樣畫的。會不會是那間房是在我們解了鎖之後才再打開的？都有機會的。Over。我讲一讲，咁我呢度有好多唔同嘅书咧，上面有个符号嘅，同第二间房嘅符号系一样。呢堆书咧，背后会写住你应该点行。咁如果你可以找到五个符号嘅组合咧，你可以同我讲一讲。如果一幅狗嘅头上面有一个，你话烛台是真嘅烛台，唔系符号嘅烛台，咁就比较难找到系啲乜嘢。咁我而家应该行去边？我都决定唔到。我部电影投影机系都系运作唔到，我怀疑系第二个线索。Over， 你尽量将你所见嘅嘢都同我讲一讲。
如果你仲有未见到嘅，如果你仲有未探索嘅地方的话 ，over。我入咗去一个好大嘅 area， 但系见到嘅嘢其实都系重复，都系有啲类似门啊、石像啊，同埋一啲火具啊。即系唯一值得留意嘅嘢系嗰幅狗嘅画，定系？狗嘅话，我真系睇唔到有任何线索系有关系。Over。我去到另外一个位，其实我荡失咗路，就看到有一幅新嘅画，就类似有系蝙蝠嘅翼，跟蝙蝠嘅翼，跟住系只猫嚟嘅，系都有蝙蝠嘅翼，我。蝙蝠嘅翼嘅猫 ，OK， 我又要翻去呢个奇怪嘅画廊。蝙蝠嘅翼嘅猫，呢度冇任何蝙蝠嘅翼嘅物体，亦都冇任何近似猫嘅物体。睇嚟我系有一啲线索未遇到。我怀疑是我电影投影机没开到出来。怎么办？再继续行多几步。等等先，有些东西补充一下。头先我入去嗰间有猫有蝙蝠翼嘅猫嘅嗰幅画，嗰度闸门咧系红色。好，红色。你咪已经行咗好远啦，真系经过咗好多走廊同埋房噶。我估系啩，我有少少荡失咗。哦，好。照我幅地图睇咧，红色嘅闸应该系出口啦。嘅，就算你需要拐几多个弯都好咧，其实你而家身处嘅地方个地图系一个 O 字形嚟嘅啫。咁如果沿住你嘅路一直行咧，咁如果遇唔到个头路咧，系应该会行翻去起点。即系有啲 T 字路口系去个头路嘅，但系猫嗰幅画间房行出嚟个走廊咧，有一道闸门系绿色。OK， 有一道闸系绿色。绿色，我可以同你讲啲绿色交叉嘅位置嘅，有一个绿色交叉系喺。是在近住绿色闸门的方向，但是我估你在闸门的另一边。个绿色交叉是在四个方的木箱旁。我讲那些绿色灯、红色灯和蓝色灯的闸门呢是打开了。明白。你头先讲嘅地方系打开 ，OK。咁我头先讲绿色交叉嘅位置咧，就喺我估计啦，打开咗嘅闸门，打开咗嘅闸门咧，绿色嗰度咧，应该一边系有楼梯，一边系平，系咪咁样啊 ？Over。我是要面向哪一边先？如果你想去绿色交叉的话，站在平的一边，面向有楼梯那边。是，我向下行了下去，不知道。
OK， 就喺楼梯完结嘅地方嘅左边，应该有四个方嘅木箱。Over。见到。OK， 呢个绿色交叉嘅位置就喺呢四个木箱嘅前面。请问嗰度有冇任何值得留意嘅嘢？拉咗个闸口，唔系，应该系话拉咗个仔。明白。拉咗个掣系咪改变咗绿色闸门嘅？佢改变咗绿色闸门嘅开关状况。开关状。冇错，佢系放咗落嚟。哦，好嘅。咁我个目标应该系打开红色嘅闸门，咁就去到出口啦。咁即系我而家拉翻支绿色闸门，系，我 ，OK， 你而家留喺原位先，我而家思考一下应该点解密。红色嘅掣咧就喺一度闩埋咗嘅绿色闸门后 ，over。我见到个闸啊！想问你系唔系喺绿色掣嘅位置？我喺绿色掣嗰间房行翻出嚟嘅走廊嘅左手边就系红色嘅闸门。冇错 ，over。OK， 咁我而家睇到需要做嘅嘢呢，第一步係拉咗我觉得你需要去返呢个迷宫嘅。我觉得你需要去返呢个迷宫最初嘅位置。应该第一步是拉蓝色的闸的掣啦，跟住第二步是拉绿色闸的掣啦，跟住第三步是拉蓝色闸的掣，跟住第四步是去到红色闸的位置的，红色闸的掣的。咁首要任务是找到蓝色掣的所在地嗰间房。亦都系我头先讲嘅第一个 T 字路口转右，应该有一间房先啦。因为我睇唔到，我睇唔到个位置我有冇问答。想问你而家嘅所在地系咪绿色掣嘅位置？可以加一加，又行翻去一开始嗰个 T 字位啊。冇错，应该系话，应该系你头先话有只狗嘅画像嗰个位置。如果你当失路的话，我可以同你讲下点行。我去到蓝色灯嗰个闸口开咗嘅位置。好。
咁你面前应该系一个左转。Over。左转之后应该系楼梯呢层嚟。我想问右边系咪得？请重复右边之后系咩？右边之后。右边系咪 dead end 嚟噶 ？Bad end 唔明。你喺蓝色闸口嘅右边，应该冇任何路啊！睇我嘅地图的话。我亦都唔知道你面向紧嘅方向系边。我而家面向咧就系、第一道闸门系蓝色灯，第二道闸门系冇灯嘅。稍等一等。啊，唔系，原来两道闸门都系有灯嘅 ，sorry。两道闸门嘅灯系咪喺我幅地图睇系白色？我唔知道你讲嘅灯有冇颜色啊？你讲嘅灯？OK， 我再重複一次，我頭先有啲忘記咗佢先。我而家咧面向緊有兩道閘門，第一道閘門咧係藍色燈嘅，第二道閘門係冇燈嘅。我明白。你面向緊兩道閘門，係咪喺同一個走廊上邊？是啊，但是好像原来由另一边看都是蓝色灯的 over。OK， 我想无视了蓝色灯这个问题先，因为在我的地图看是白色灯。请问你是不是在第一个 T 字路口度？暂时在我的地图上面看不到一个同你描述符合的位置。因为两道蓝色灯的闸是在不同的走廊上面都相距几远。我找回幅狗。找回幅狗了，好。你看看福九的附近是不是有一条只向上定向落的楼梯去到一个小的房间。蓝色的交叉是在三个方形的木箱旁边，还有我应该是地下有几条木的旁边。见唔到有你所讲嘅三个木箱啊！我而家打算 cap speed 俾你睇。我见到有另外一条通道，揾到有蓝色嘅拉手掣。哦，好好系，我头先应该就系、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有一条楼梯去的。好。OK， 跟着望向
望向呢个房间嘅出口，向左。我照你嘅讲法咧，右边应该系狗嘅话嚟，左边一直行咧就会经过一道打开咗嘅蓝色闸。经过呢道闸之后咧，就去到绿色掣嘅位置。咁麻烦你行一行先。是不是即下面向狗的幅画向左行啊？应该是。你在刚才蓝色制的房间应该只有一个出口。在这个出口转左一直行呢，就会 eventually 去到绿色制的位置。出出切线，出出切线，喺我喺点度 send 咗伏地图俾你。咦？我见到你头先讲白色灯嗰个闸啦，佢删咗，可能删咗。Over。请问找不找到绿色制的位置，是四个方形的相逢。咁兜咗咧，见到另外一间房咧系有第三幅画是一只狗嚟嘅。OK， 第二只狗。只狗咧系佢嘅左眼系有胎记嘅，啡色一笪嘅，跟系流晒口水落地下嘅。我明白。我怀疑呢啲画只系纯粹标记用，系冇咩解谜嘅。OK， 因为我 send 咗幅地图俾你咧，咁你沿住呢个地图就应该会去到绿色制嘅位置。我拉咗绿色制。OK， 咁跟住沿翻头先沿路行翻去蓝色制嘅位置。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见到嘅话系一啲比较可爱嘅话，系啲恐怖。Over。去到蓝色掣的位置，跟住拉蓝色掣，即系将佢整翻向上噶啦喎。冇错，冇错。咁 ，OK， 跟住下一步系出翻房嘅门口，跟住向右边行。向右边行，跟住穿过打开咗嘅蓝色闸，跟住去到一个房间咧，应该系有一道绿色嘅闸，而家系打开咗嘅。去到有一个位置是可以向前行和向左行。这个房间应该是四个方向都可以行到的，我估计。请问见不见到一道绿色的闸，应该是打开了。如果刚才没做错的话。或者你睇翻 Steam Chat 入面嘅地图。
我想你去嗰个地方系，我想去你去嘅地方系绿色闸后面嘅红色交叉，亦就系红色嘅掣。我见到红色掣啦，系咪将佢拉落？冇错。搞掂。好嘅，跟住下一步咧，应该系翻翻去蓝色掣嘅位置，都系沿路行。咁喺红色掣嘅房间系左转。去到蓝色掣的所在地之后，再拉拉蓝色掣。Over。俾啲时间我，我荡失紧。Anyway， 你可以睇住 Steam Chat 嗰幅地图行。拉咗蓝色掣落嚟。好。咁而家需要做嘅系喺蓝色掣嘅位置行翻去绿色掣嘅位置，即系喺蓝色掣出门口转左一直行。去到绿色掣的位置，可以将绿色掣拉拉拉。搞掂。拉拉之后，你面前嗰度绿色嘅闸应该系打开咗嘅。行出绿色嘅闸，跟住左边嘅红色嘅闸应该系打开咗。穿过红色嘅闸系出口。耶、yeah ！恭喜晒！跟住请你揾一揾下一步嘅线路。哦，即系未完噶，而家。你已经出咗迷宫噶啦，应该穿过咗头先嘅红色闸后，应该系出咗迷宫。咁我想问你之后见到啲，如果见到任何符号啊或者话嘅话。
有支秒針喺度，唔知做啲乜嘢噶，好似系啲加熱器之類嘅嘢。加熱器，明白。秒針嘅意思系咪即系一个时钟？类似系啲嗰啲咩气压去到边个位啊？个 OK。是不是一部机器来的？是。Sorry， 请重复。好吧。是啊。这部机器上面有没有任何的掣可以按？可以按 E， 跟着然之后它有一个 area 是绿色咗嘅，支针喺度喐，但系我唔知道佢系想我去到嗰个位揿啊，定系点样嘅？因为好似揿完之后都冇反应。就系咁多。Sorry， 重复。我嘅镜头开始结冰。结冰啊！呢个系温度计嚟嘅。我实在想不到，请问现在如何？因为我有一个掣咧，拉一拉就会令到个令到一个灯台向下喐嘅，我唔知道对你有冇影响。哦，我试下叫你揿嘅时候。哦，好。你系比较节奏，我跟住个 rhythm 嚟揿。好啦，因为我数到三嘅时候 ，OK， 但我唔肯定听唔听到你数到三。一，佢咧好快咁闪过咗嗰个绿色嘅 area， 所以我唔知系咪我去到绿色嘅时候，你揿停佢，跟住佢就会停。我怀疑我哋个依家对话系差距半秒嘅，唔紧要啦，试一试啦，借攞镜冇吧，尽力而为。一。好似冇，我净系听到一字。你而家尝试报一报个 reverb 俾我听下。佢净系不停咁样左右摇摆咯，咁佢会经过一个绿色嘅位嘅。我唔知系咪就系我喺绿色嘅位停低嘅话咧，咁就可能唔知会发生咩事咁咯。Over， 应该系咁，但系。总之我拉多几次啦，请问有冇成功？请问嗱，佢好快就会扫过，系啊！我谂我哋个，我谂我哋个问题系一嚟我听唔到你全句嘢。第二是我哋之间嘅时间差咗半，咁样系好难对啱个时间。我不断咁，系啊，我长时间不断咁揿，头先系冇成功系嘛？好吧，
冇任何。咁多再一次。First to death。可以 retry from checkpoint 嘅。Hello。Hello。系咪唔可以你去同我交换角色嘅？如果系 check 翻开始，唔肯定。其实都系拉仔啫。请问你系咪喺头先嗰个位置？系啊，喺头先嗰个位开始，而家道门打开咗啦，我出唔出去好啊？出去的话，系咪就系去到会冻死嘅地方？出咗去之后咧，佢会关咗呢道门嘅，咁我就喺外面冻死咯。即系出咗去之后就会见到一嗰个温度计，咁就需要我喺啱嘅时机将呢个掣拉落，大概咁。我暂时净系见到嗰部机器有个咁样嘅温度计之类嘅。好。我而家系走咗去睇工。好，咁我而家出去啦。原来我自己做到嘅。OK， 我睇攻略系话你部机器旁边有个掣可以拉。我开着咗部机器啦，佢运作紧啦，但系我个镜头仍然系继续冻紧啦。照我嘅攻略睇，你嘅房间系有一个国际象棋嘅棋，好似哈利波特咁。系啊，喺中间啦。我有啲好奇，点解你冇同我讲？Anyway， 因为头先冻到冇留意到啊。有咩人啊？好烦，系咪要等你指示啊？象棋棋盘似乎系同我部电影投影机有关，系啊，但系我唔知点开部投影机，照睇攻略噶。OK， 可以开到啦，而家。我谂系同你打开个机器有关系。但系唔知点解。OK， 我个投影机系指示紧个象棋应该点行。OK，
OK， 第一步是白色的冰。想问你的棋盘有没有坐标的？坐标应该是类似 E2 啊、A5 之类的符号。左边是冰，右边是冰。OK， 我而家重新讲一次啊。咁应该系冇坐标嘅，我哋嘅棋盘。第一步系白色，白色右边数过嚟第四个是冰，即系喺中间右边嗰只，向前行两步。请问完成了没有？完成了没有？哦 ，sorry， 听不到。sorry， 听不到。完成了。第二步是你头先喐嗰只白色的士兵，正对面的黑色士兵，向前行两步。如果完成了的话，第三步是白色的主教向向他的对角线行三步。请问主教动了没有？ Over。我的画面剩下一个窿窿，我看不到看到啲。OK， 或者等你死，或者等你死一次再 restart。如果睇唔到嘅话，都玩唔到落去。记得咗主教系边一个？主教系皇帝旁边，皇帝皇后旁边嗰两只。因为白色嗰只兵移走咗，所以只主教可以行对角线嘅。如果唔系，会俾啲兵挡住。唔得，睇唔到嘢。OK， 重新来过。要去厕所。好，要去厕所的话，会个计字是
翻到嚟 ，Hello。唔系由我出到去先开始。哦 ，OK， 咁未开始计时就 OK。咁啊，好，咁就尽快将头先部机开咗之后，我就可以睇象棋嘅影片。Over。如果开咗部机器的话，同我讲一声好。开咗啦，部机。OK。象棋嘅步骤同头先系一样嘅。先第四个士兵行两格啊。冇错，右边数起第四个士兵，即系喺皇帝前面嘅士兵行向前行两格。第二步是黑色的士兵，剛才那隻对面的黑色的士兵向前行两格。第三步是白色的主教，斜角行三格。我不知道那隻是不是黄的。怎么说呢，白色那边右手是皇帝，左手是皇后。的话应该是我面向白色棋的话，就左手边第四隻行前两步咯。是右手边第四隻。我站在中间面向白色，是右
哦，你企喺中间面系白色，咁就调翻转。O K， 咁行埋黑色。请问行咗白色主教未？白色主教啊，白色主教是斜角行三格。格。Sorry， 听唔到，系咪行咗 ？Over。行。我而家讲第四步棋，第四步棋你喺中间望向黑色方向。左边第二隻兵行一格，向前行一格，搞掂。睇睇第五步先，第五步应该是白色的皇后斜角。我要重复播多次段片等等。第五步是白色皇后斜角行两格，第六步是企喺中间面向黑色左边的马，行去头先士兵的右手边，头先嗰只黑色士兵的右手边。最后一步是白色的皇后向前直行，吃了黑色的士兵。OK， 如果个麦的质量好少少的话，应该解谜 是会顺畅很多。仲未完，仲未完的意思是我仲系继续动噶。我觉得有一道门系开咗，你可以去第二间房。应该可以去翻室内嘅地方。Over。因为个谜已经解完噶啦，喺爆蹦墙度搵一道开咗嘅门。Over。我咩都睇唔到，好。做正。有冇将个光度开到最高？好怕。你是不是没得跟着我行？没啊，应该有道门打开了，应该去下一间房。沿着缝墙，沿着缝墙摸啦，如果我都见不到的。摸紧啊！可能解谜解得太慢。如果再去 check 翻嘅话，象棋嘅影片同头先一样嘅，如果你可以凭记忆力将佢行翻出嚟。
今晚仲未冻死嘅。但系乜都睇唔到。进展如何？系咪等紧冻死 ？Over。系啊，等紧冻。好 sad。其实沿住埲墙揿住个设计的话，我咧可能都去到第二间房。点解等咁耐仲未冻死嘅？头先明明好快噶，其实系唔系唔会冻死噶？因为你已经将个谜解咗。我唔记得农历新年系几时完啊？你话农历新年之后先翻嚟啊？农历新年好似廿几号。其实我是22号晚机回到来23号5点零钟的，跟住但因为24号年30呢又要送钟啦，跟住就我年初二先回来咯。哦，9号去到9号去到20几号 ,OK,OK。我26号晚就应该会回到来。不知道你是去旅行定做咩啦，玩得开心啲。如果系玩的，我听日是去旅行啊，我去德国、瑞士啊。哦，好。而家执紧嘢，而家执完嘢。你头先你话三点几走系去打工定系？我约咗人啊。哦，好。佢系唔会冻死噶。但系我得翻一个窿系睇唔到嘢咁滞，啲雪花劲蒙我。有冇攻略可以话俾我知道门喺边？我已经将攻略个网页俾咗你，但系我睇唔到，我喺攻略嘅图片都睇唔到到。佢只系话下一段系话进入下一个房间。会不会是给了钱才有的东西来的？应该不是了。
成只 game 都系 free to play。有冇见到有门掣可以开啊？应该唔系掣嚟嘅，应该解完咪个系自动打开咯。As usual。I'm freezing to death, man. My screen, I can't see shit. There's no... You're joking. So... What? I might... I see you want to go to the sword. Right, so you're looking at it for...All the way until you get to that board and take it. First checkmate. Oh yeah. That's not checkmate though. That is checkmate. No, it's not. It's check. The king can take the queen. No, the bishop's protecting the queen. Where? Oh. I'm on the way. That's it. Oh, it did open. Oh, thank God. Come in.大概九点三十分的位置，头先 send 俾你段影片，应该系黑色棋的后方嘅正后方嗰度。Okay, now what? So the door should have opened, right? That's it, yeah, that's it. Oh, it did open. Oh, thank God. Okay, now what? So the door should have opened, right? That's it, yeah, that's it. Oh, it did open. Oh, thank God. Come in. 应该是白色棋正后方 sorry. 如果你还分辨到你望紧呢个，你望到白色棋的。入到去啊！早晨，请描述一下房间入面有啲乜嘢？有本书上面咧有五个符号。OK， 即系我而家见到，我而家依间房好多唔同嘅书咯，即系要揾相同嘅五个符号出嚟。请你描述一下五个符号大概是什么。第一个符号是猫猫头来的 ，over。猫头的身体是怎样？身体是一个 U 字形倒转，然之后有两只手，两只树枝咁嘅手咁样咯。Over. OK. 第二个图案是倒转 U 字，中间有一横，然之后个 U 字顶咧系有个卜字咁样嘅。Over. 第二个图案收唔收到啊 ？Over.收到找緊。猫的身体是一个倒转U字形头。
哦 ，OK， 应该系一个。U 字，然之后咧，嗰两只手咧系好似嗰啲整雪人用支树枝咁叉开咁样嘅。系一咋？收到 offer， 应该系呢一本。请问第三个符号系咪上面一个好扁嘅圆，好扁嘅台圆？你讲第几个啊 ，Over？ 第三个符号 ，Over。然后第五个符号应该系近似机械人嘅物体 ，Over。系啊系啊 ，Over。OK， 我而家会读一读我呢本书背后嘅指示。呢个指示系 starting in the far west corner。你入嚟嘅门口咧，你望向嘅方向应该系北边。如果我冇搞错的话 ，starting in the far west corner, one moves north, freeze, take one step south, but not before taking two steps east. Continue towards the eastern wall, then head toward the end of your door. 我 cap screen 俾你睇。照攻略所讲，你要跟住呢啲指示行，但系行错的话，佢会变成第二本书，所以要再揾过。Over。其实头先系我唔知点样行去嗰个 Far West Corner 咯，因为你话我对住嗰、那个。即系我由门口入嚟嗰个方向系北面啊嘛，错。即系行到去最笃笃嘅西面，先至可以开始喎 ，over。应该系咁 ，over。但系我一行入去咧，佢就应该当我行错，咁跟住咧佢就有啲。荆棘咁嘅物体咧，就急住急我啦，然之后就重新弹咗去条走廊嗰度啦 ，over。OK。咁因为你入去嘅时候面向嘅系北边，咁 far west 的话，应该讲嘅系最左，即系你望向北边，你左边就系西边啦。咁应该只系同你讲去到一开始去西边。最尽头嗰个位置开始，咁但系咧，因为你行错咗一次咧，所以本书系随机变成咗第二 over， 所以你要将啲符号再标咗一次 over。OK， 第一只都系猫头嚟嘅，不过咧就冇嗰个对转 U 字，而系咧一动跟住两只手咁样。OK。第二个符号是好像一个人的下身咁样，有两只脚咁样的 over。OK， 咪揾先。个符号是好像个囧字咁嘅 over。系咪系唔系第五个符号？第五个符号是囧字咁嘅 over。
OK， 应该是这一本。第三个符号是不是好像慢字，但是没有草花头？好像不是啊 ，Over。不是慢字咩？等等。哦，我明白你意思啦。OK 啊，可以是的 ，Over。我不如 cap screen 俾你睇。今次是在亦都是在 Far West 开始，咁我估计，因为我唔知你间房嘅布置系点，除非我出去去睇 YouTube 攻略。咁啊，如果系 Far West 的话，你应该系喺你入去嘅门口向左行到尽头嘅位置开始。唔啱喎，唔可以行到尽头噶喎 ，over。系啊，系啊，开始个位就应该系喺我嘅第一行嗰度就开始啦 ，over。但系咧，我就嚟要准备出发啦，因为我要食埋啲嘢先啊。好，冇问题，其实都唔使爆机，我只系想睇下呢只 game。咁啊，都唔阻你咁多时间，费事你太赶，好啦，咁就玩到呢度为止。有冇啲 save 噶？好似系可以之后再重新游戏嘅话，可以拣某个章节开始。好似 anyway 因为呢只 game 冇两个人嘅话，连试都试唔到，所以先要求其揾个人嚟试一试。好，多谢晒你陪我试呢只 game。